家好，今天讲第三讲，第三讲是金老师家吧，是打电话的时候，你不确定，或者是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可以问是吧，那今天，先看，目录，第一部分是小对话，第二部分是一级哟，或者是几哟，是什么什么吧，什么什么吧，不确定的时候，还有第三是인데요，인데요是，说明主语的情况，主语的情况，第四部分是打电话的短语，打电话的时候，用的短语，那接下来，先听小对话。여보세요거기성호씨댁이죠네그런데요저김지민인데요성호씨계세요안녕하세요지민씨저성호예요말씀하세요이번주주말에시간있으면저랑같이영화봐요네알겠어요